那重点是打完以后，开直播了，他还说我已经60个 W 处理掉了，他叫所有网友闭嘴，没事。你知道最近在网上被他讲说是吗？台北华春莹，真的假的？我是真觉得那个老共那边有一件事我不理解，就是他们男女虽然平权，但黑道打起女人来毫不留情。我记得这不是第一个了，我看到好多他们的影片，就是吗？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就是毫无怜香惜玉。他就在隔壁桌吃烧烤，怎么了吗？没有，他是说被戳两下以后，等下要把他带出去，在街上。你怎么讲那么直？不是，那是网络上报的，我们引述原来的内文啊。他那个监视器是有声音的，所以可以听到他里面讲的那些话。哦，还听说什么？我们把他带出去，在路上怎么样？对，他先过去跟他谈话啊，搭讪，对方不太理他，他摸了一下他的背，然后呢就跟他讲了一个这个性骚扰的话，就是女生就把他手甩开，然后他就走过来跟他的朋友讲说，等一下把他拖到路上去这样，然后就再过去第二次以后就开始动手打了，哦，而且打了以后对方一反抗以后，外面就冲好几个人进来跟着打，哎呦这么，对吗？那重点是打完以后，还开直播了，一个叫小智的。不是那个真心镇的小智啦，小智是不是有开抖？终于要把那一只什么鸟把它接走了，雷电鸟是不是？哦，对啊。他还开直播，他还说我已经60个 W 处理掉了，他叫所有网友闭嘴，保证打大了脸，没事，他已经用60个 W 处理掉了，60万是不是。你上次，对啊，他我不知道大陆是怎么样了，我们知道就知道，哦、不知道不要乱讲。比雕啦，好像就是意思说，哎呀，已经20年那只鸟被丢在那边没有理了，小智赶快去把比雕接走吧。哦是哦，比雕是不是？对啊，比雕鸟的。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拿了60万出来给对方，对方虽然跟他有肢体的冲突，他说我是先被他们4个打，对嘛？但后来画面看得出来，你就是暴打人家嘛，人家没给你怎么样。然后呢，他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拿钱和解，可问题是唐山的警察公安怎么可以接受这样子一个暴力事件用钱？这事情如果闹大了，妈天皇老子来，妈拜登来，可能都压不掉啊！现在重点就是这，真是闹大了。所以他热搜当中前几名都是这个。所以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吗？他2点都报案，到了3点，2点43分报案，3点钟了，警察还没到。后来是6点10分才说把他们都抓到了。中间那段期间，他还开直播呛网友，说我已经用60个 W 处理掉了。所以警察来了以后，还显然到警察局之后。他就是把钱拿出来，或者是有没有拿我都不知道了，就这样用钱解决就对了。后来是因为大家都愤恨以后才一一把他们逮捕到案，可是呢大家就不相信唐山的警察局，所以后来现在目前接手不可靠啊。对，现在接手在处理这个事情呢是廊坊的警察，廊坊是在唐山西边184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他妈从那么远来接是怎么样？对啊，对，台北出事台中过来接哦。对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对，差不多这个距离。就台北的警察不被相信了以后，台北的案子叫台中的警察直接跨区来办的，这事情就搞成这样啊。哦啊，那没有，那一定惨了吗？看他们最后怎么下场，最好是当众在电视、在影片里面道歉。Tony Chung 说，1983年有唐山菜刀队，就是当地黑社会势力的始祖，成员平均20出头上下，烧杀打劫无恶不作，最终被大陆警方瓦解，一共有50多名成员被判处死刑、枪毙。我感觉他就是一群黑道，只是白目而已。Tony Chung 说，赵立坚也唐山人啊，真是的。不是这样讲，那真的很凶哎！赵立坚是外交部里面实在是负责比较凶的那个发言人，他有好几个嘛？哦，有啊，每个人打的位置不一样。赵立坚是凶主的，凶主，就是要骂人的时候，我一定会被活活打死，就不用大家不用想了。我如果今天在外面跟人家放话说干你啊，我就朱学恒啊，妈当场就被打成肉酱，所以我一定会很低调的。悄悄的从后门离开。你看我下礼拜还是不要去好了，不然我们两个直播到一半突然冲进来打什么？那有什么冲进来？跟你讲，这边很容易迷路的。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衡山指挥所还发生性侵事件？你们那边有性侵事件？有啊，衡山指挥所啊，2019年里面哦。哎，讲真的讲假的？真的，你自己上网去查，衡山指挥所上兵性侵还是性骚扰事件？是谁被性骚扰？女兵啊，
不然是我吗？哦，没有，我要问清楚啊，有可能是杰哥不要啊。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杰森晃，谢谢你的抖内。然后金温倩说，天气很热，高雄跳电，难怪朱大火气很大，一直干干干。Rex W 说，不是，那个是朱璇一个打一万，也没有这样子讲。好，这个，而且哎，你知道最近陈志涵在网上被他讲说是吗？台北华春莹啊。我不知道啊。真的假的？真的怎么样？你看，我不知道网友台北话春影，嗯，谁这样讲的？我刚才网络上看到的。老汉为什么变成台北话春影？不是，因为他是发言人。他是发言人吗？他不就战狼吗？对啊，陈志汉，其实大家都叫我老汉，但是我都叫陈志汉叫老汉。对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其实是四声啊，我当时是四声啊，干有一堆鸡巴毛，他以前妈跟正，他以前是我的。他以前是我的组员啊，对啊，哦，你看我的组员，那你怎么样？你都派他出去咬人，是不是？志汉放没有啊？能放狗，汪汪汪！没有，他以前，他现在比较悍一点，可是他现在的工作是要帮柯文哲 defend， 所以当然就是要悍一点。哦，嗯、而且他所以以前不是这样子啊？对啊，没办法想象志汉以前陈志汉一直汉。温文尔雅的样子没有、欸、以前她是年代七仙女、欸、年代还有什么七仙女那另外六个人有啊陈元淳那个时候啊陈元淳啊什么还有谁忘记了还有那个什么李雅倩啊有没有不认识猫儿什么的啊猫儿、啊、我知道啊这些我搞不太清楚啊哦、那网络上等下会有网友留言，大家如果对年代七仙女有了解的，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就变成了水，温和不刺激，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请赶快上快点购，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